rappelle dem Karton. Es rappelle dem Karton. Es rappelle dem Karton.7月13日登陆优酷视频，我在里面饰演陈晨晨，她是一个非常可爱、接地气的小女孩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7月13日起看《最亲爱的你》，一起刷新收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Hello， 今天我是芭比娃娃，就是粉粉的，上面这些都是我喜欢用的口红，还有眼镜，还有高跟鞋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因为我的体香，然后就飞过来的蝴蝶。你干嘛憋笑？你要拍到我哦！哎，能不能找一个我那个就是腿长一点的角度啊？对的。9岁的蝴蝶来一首。 特效，没太远了。来，在这儿。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拍照片呢？这个特效好可爱呀！